买菜的。嗯。折扣的，还有哩，不理你，油条的。当时吸烟。嗯。超快。真的美女。没有。我在底下，底下就是。大不大？太暗了，太暗了。他们真的是金刚的那种大猩猩，那种猩猩的头。好吧，算了算了，没事。你不是说中国人吗？然后对着家巴里看一下，来，把皮放。好了，我们要过去那边看了。快点来，我们要看他的脸。放张浩慈来好了，张浩慈来。他来了。这样你看得到吗？好。哎呀，超小只的！哎，这是超小只的，这是家庭啊。那他还要大吃吗？谁叫我刚问自己这边做？因为天气很好。嗯。那是肉超过的，走路长。走啦。你刚刚不是说要走了？要走喽！不会了，他比较大了啦。这个叫叫用的。对不对啊？因为两个儿子一定是围在他旁边。